步一步走过昨天，我的孩子气，我的孩子气给我勇气，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，我的玩具是我的秘密。自从那一天起，我自己做决定。自从那一天起，不轻易接受谁的邀请。自从那一天起，听我说的道理。自从那一天起，我自己做决定。